王首度顶尖对决，火药味十足。张主唱还在的话，你可能就可以声音跟那个主唱非常像，就是我很像。热力四射。心弦，留在你身边的是我。马上不甘示弱，这样也可以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做到的事，再回到小杨老师的快手小杨。哇，你不能不乱。我看阿龙要使出杀手锏。天团大嘴巴遇上爱秀小明星，你只能乖乖投降喽。现在之前很流行女子团体有一个什么，就是高二舞，有没有一个表情？就是新现场即兴改编世界名曲《王老先生有快递》。这么久，终于那个进入票价。超级星，爱秀大明星，大明星，爱秀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最开心了，因为又有好歌可以听了，又有好节目可以看，是。当然还有五位 VIP 要为大家郑重的介绍一下。好了，首先欢迎第一位，可以说是最正的人气，让我们欢迎小珍。是。是最近春风满面的殷琦。哇，大嫂大嫂，大嫂好，大嫂好。好，接下来欢迎这位可以说自己的粉丝比他的艺人还多的经纪人，让我们欢迎 Andy 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欢迎最有名的。接下来介绍到的是非常专业非常性感的 Kimiko 老师。哇，接下来这位我要介绍一下，来来来，这是我们这演艺圈呢最可爱的一个星霸，德高望重，对对对，简称无缘的岳父。这么勇敢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开玩笑的嘛，对不对？一起来欢迎任拔。教哥，你是我心中啊主持界的大腕人，没错啦。谢谢谢谢。无缘的女婿啊，不，那是题外话。但是让我三个小时拿那么少通告费，我有点 complain。是是，对不起。啊，您等了三个小时是吧？那是您误会了，九孔上次等六个小时。马上为大家介绍我们大家的偶像，摇滚东方的姚可杰。欢迎。的事都可能在眼前实现，是不是和别人一样的平凡？如果我们的灵魂告别身体，打开那天堂大门，有没有什么人在等？发现个灰色城市改装，
人吧，怎么样？摇滚来了，哎，我举个比例，我干嘛？电话来了，是电话来了。其实我当初看那个海角，当初看海角七号的时候，没有那种感觉。但现在我有完全的感觉，投入电影的感觉，哦、对呀、啊，那种肯定的海边那种热络的感觉，真的，所以很明显，60岁会有妄想症。OK， 讲到 rock and roll 呢，应该大家会想到很多老外。哎，你们自己有没有喜欢的摇滚团体？小其实蛮多的耶，比如说从我开始组乐团，大概16、17岁的时候，听这个 Bon Jovi、Guns N' Roses、Aerosmith、Metallica， 还有那个 Nirvana 等等，哎呦，这些经典的咖，对呀、啊。那你刚背很久呢，我想也是，好顺哦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当中最喜欢的有没有来现场这个致敬一下，跟外国的 rock band 致敬一下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带来这个是Aerosmith 的歌曲好了。Aerosmith 哪一首？哪一首？哪一首？一首抒情歌曲，就是那个电影《世界末日》里面的那首歌曲。听了会哭的那一首。小珍怎么反应这么大？我都很爱哎，真的哈、哦，对，对不对？歌一定听了都会哭。太棒了 ，I will always love you。不是，小哥是另外一首啦。是 I don't wanna miss a thing。你看是不是一样长 ？I will always love you。也对、啊。对啊，但是两个感觉不一样。Sorry， 正确的歌名是 I don't want to miss a thing。哦，欢迎范逸臣酷爱乐队。Staying awake just to hear you breathing. Watch your smile while you were sleeping. Watch you far away and dreaming. I could spend my life in less sweet surrender. I could stay lost in this moment forever.在谈恋爱吗？没有，我想象我老公如果死掉，这首歌怎么办？怎么想象过？
所以我很讨厌听到台湾人唱这首歌，但是今天怎么样？你没有颠覆我的想法，耶，对不对？有外国人的 feel， 有外国人的 feel，小贩办到了。对不 对？让你感受到办到了哈，我们华人唱这个 rock OK 的，因为它中间那个真假音的转换，然后呢，呀呜，好了，什么呀呜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嘉哥，你刚刚，嘉哥，他刚有没有？你刚才唱的是坐云霄飞车吧？刚就咿呀呜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是自己家的一个哦，没有，其实是照着原版，照着 Taylor 原对 Taylor 他是这样 Taylor 那个大嘴巴主唱，对不对？然后女儿，所以就必须得就是他唱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必须得嘴巴张大一点了，还真的会比较好唱，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哪一段最难唱？刚刚哪一段？可是被未来传到有，哎有，我看到你的胃了。有看到你的十二指肠吗？早上的三明治，早上的三明治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一个 rock 的感觉，唱歌就是要吼出来，不要在那边扭扭捏捏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漂亮，掌声给范逸臣鼓励一下。厉害厉害。像刚刚我们讲专注啊、投入啊、毛起来、嘴巴大声的去唱，还有很多，比如说，小哥，你有没有看到刚刚他们一出来，我们就比了一个什么？哦，手势啊，对不对？小珍刚刚也比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很经典啊。Rock and roll， 不，小珍姐你也觉得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是这样。但我个人有点问题啊，这手势我觉得太广泛的使用了，什么意思？已经滥用的程度，你看。小虎队，告诉我 What's your name？ 哎、欸，也是这样啊，对呀，讲我们都还没发现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很多那种哎、欸、What's up dude？ 嘻哈有没有？哎、欸、Yo， 哎、欸，也是这样啊。有，他也是这样哎、欸，只是摆横的。对，还有吗？还有佛心来着，你看佛心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哪有摆 rocking？ 这哪有 rocking roll 啊？一样啊，哎，中间夹在一起啊。哎，真的耶，只是换成这样子而已。对啊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啊，有没有非常红的国外的电影啊？什么 ？Spider-Man。哎，真的耶，他也是 Rock and Roll 哎。对啊。哎，为什么都要比这个手势？你们要来我们解释一下。我是听过一个说法啦，说这个手势是 I love you 的意思。是吗？你看 I 在哪 ？I love you。哦。I。哦、oh, ，I 嘛，对不对？组合起来 I， 然后 love， 然后这个是 you， 合起来就是这样。哦，哎，所以很多解释哎，对，很多解释。那如果全部打开呢？好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事业线还不错吧？哎呦，谁要看事业线？好玩嘛？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更恐怖了，就是用人的手去接。哦，就跳下去的那种。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？叫做 diving， 是不是？Diving， 其实我不是很确定，跳人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叫 diving 嘛。哎呦，果然你看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小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小孩真没礼貌。你写要恭维嘛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对呀、啊。但你们有试过吗？哎，有没有人试过？对对对，在场的，有吗？有试过。小范，你怎么有这个会心一笑啊？是怎么了？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有影片，有影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听说是带影片来。有。范逸臣的 diving。没有，其实我那时候是想做一个假动作了，我也想说这样。比较危险，但是没想到就是地板很滑，是，然后我就本来这样冲过去，然后要刹车嘛，就刹不住就飞出去，然后大家也不二话不说就喊解散，就走了，没有，他就反应不过来，我要干嘛？哦，你们双方都吓了一跳那种感觉，对，哎，这很危险哎，但我超想看，要不要来看一下？看一下失败的案例啊。大嘴巴遇上爱秀小明星，也只能乖乖投降喽。韩国不是现在很流行一个女子团体，有一个什么，就是高傲舞，有没有一个表情？要不要来看一下？看一下失败的案例。
吃的。而且刚刚的歌迷是真的尖叫，真的吓到。不会啊，摔得蛮自然的。蛮自然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好了，今天既然我们都看到这么糗的一面，他也很大方，我们给他一个血池的机会，你把那个歌好好唱一遍。那你就不要再玩危险动作，好吧？因为当天啊，他再上来唱的时候，其实心情已经乱掉了，对不对？当时就是 rock 什么歌来的？当时 rock all night。好，欢迎范逸臣。Yeah。正中我要害，这样从江湖飞过来，奇怪，笑屁啊！不会帮忙捡，小郑还笑。刚刚这吉他非常感谢，我刚刚这摔完正爽，怎么有一把吉他正对着你？小哥，这个梗好笑。哇塞，这不是梗，这是痛。其实还有一个也很有气氛，摇滚乐每到 ending 的时候，一定要一起乐队很有默契的，当然对，有没有收尾？没错，对，就对对那么大声，你要吓谁啊你？现在大家都有气氛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讲话，好不好？是，都不可以用原来声音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怎么 ending 吧。好。先来一个 ending， 然后刚好跳下来很帅的 ending， 看你们跟老师默契好不好？看我们的金曲大乐队跟姚可杰的默契如何 ？Rock and roll， come on。是范逸臣也好，或者是杰哥也好，其实都带来他们最佳音乐上的伙伴，就是两位吉他手。其实，在演唱会的当中，像有没有去看那个阿密特？有，他有一大段都是吉他手在 solo。其实吉他手是一个很帅气的一个乐手，一个工作，一个表演，只是一个灵魂人物啊。对，今天我们难得两位两代吉他手在现场，我们不要让歌手专美于前。真的，我们是不是给个机会让他们好好的秀一段？要，好不好？好哎，两个都很厉害，因为他们都是站在背后，只有演唱会上才看得到。对，我们把舞台留给两位台湾顶尖两代摇滚吉他手，我们让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火药味四射了。Thank you.
一次看表演都会流汗的。怎么样？今天这个拍手叫好，对不对？你想站起来拍手叫好，任八是想站起来拍桌走人。今天通告费拿的少没有关系，值回票。是不是任八？现场演奏太值得。年轻人的 rock 那个精神，因为我是觉得真的有点不公平，电钻都拿出来，你也可以拿别，你可以拿扁钻呢。扁锤啊，扁没送的扁锤给送了。教官，这真的厉害，这是很厉害。老师看一下，各位是真的扁钻啊，不是真的电钻哦。然后去弹刷弦，他把那个粘在上面的，他把 pick 粘在上面，镶在上面，高招哎，好危险，不要这样，太激动太激动了。接下来我们要静下心来听歌了，哇，好热好热，因为其实不管是这个姚可杰啊，还有小杨哥领军的东方快车，或是范逸臣领军的酷外乐团，他们其实都有好多个人的代表作，我们来听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的那首，好的，带来这首抒情歌曲。I believe。好久没听到了。I believe， 当我在你家门口。你看了也会难过。I believe， 你不说话的时候，也是一种，其实你在回应我。虽然不曾说，相信你正在懂，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。我不见得难过，我知道我在高兴什么，你的笑容有时候也迷惑，当作你在为我加油，不知道在我想什么，是告诉自己会陪着你的人是我。谢谢范逸臣 ，I believe， 哇。太好听了，太经典，太经典了！哇，后面这个啊，我的野蛮，哎呦，冰淇淋怎么整个人啊，投入到这样子啊，手都开始脱腮了，你看。说我要去听演唱会。是哈，929小巨蛋一定有很多难忘的歌会出现。好了，重点是这个歌曲是啊，范逸臣的算是出道的代表作，对，很经典的，对不对？来，姚可杰不要输给他，咱们也来一首吧。今天真的是 PK 赛。对啊，你怕什么？你很多。我们当年也有一部电影，虽然我们不是主角，对，是，但是那部电影也很轰动，叫做《七匹狼》。七匹狼，哎，有没有？火中华，火中华，张雨生啊，还有王杰，王杰，对，邰正宵。哇，都是当时最红的哈，《七匹狼》的主题曲也是一群当时最红的青春歌手一起共唱的一首歌曲，那那个歌名叫做是《永远不回头》，一起来回顾一下，哇，经典。心灵还会颤抖，
是不是这样？唱这首歌也要体力。你这个哥哥是鬼打墙是不是？你准备好累哦。对呀，唱不完呢。你给他出来。不是，你一直喊 one more time， 因为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没有现场听过这首歌，我刚才太融入，而且任拔又一直露出那种想要唱的眼神。我第一次唱这首歌，唱到这么累。对呀、啊，没完没了的感觉。好累。好，来，哎，你哥怎么样？有，今天等这么久，终于那个值回票价了。是好的，所以前面我们都白玩了的。你只觉得这首大明星也有无奈时，韦礼安大牌到没人认得出。Check it out， 太大牌不上电视通告的。拿证件去办一些东西，是，然后那个小姐看一看我的名字，然后她说，哎，你这个跟最近一个歌手同名同姓。啊，他不认识九十一分狼。对啊，日本的各大卖场里面被怪老头骚扰，有没有？耶！现在也可以讲，他就写说 photo blog， 就是拍贴店，拍大头，拍贴店，约他去拍大头，然后呢，然后第一张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子。然后第二张的时候，第二张就是这样子，哦，结果呢？就是，然后他就手往下，我的屁！然后我就整个傻眼，我就说，但你刚刚也不用真的搂我吧。怎么样？有，今天等这么久，终于那个值回票价了。是好的，所以前面我们都白玩了的。你只觉得这首好看？没有，是因为这个东方快车真的是以前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记忆，因为他们的歌其实有很多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有很多难过啊，或者是很不开心的时候，分享了很多。是是是是是，谢谢，而且很热血。对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的这种最热血，就是像永远不会同这样的精神，太棒！再次掌声给姚可洁大哥，跑到位了，我讲稿。Non-stop 呢？好的，不过今天呢，一定要让二位呢同台合作一下，合作一首歌。刚好最近即将有个节日要到来，这个节日就是中秋节。真的，我们来一个难题好了，我们把那个经典的月亮歌啊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改编一下，好不好？能不能有一点 rocker 的精神？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摇滚的味道，好难哦，这首歌有点难，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很温柔。来，任拔先示范一下原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感觉啊。我问你爱，到底谁问的？是你问我。是我问的还是你问？还好他没有唱。也问，也问都来了。好了，一起来欢迎范逸臣、姚可洁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
段都好可爱，这个团体都好棒啊。没错，但是呢，我们本身大人也不能输啊，好不好？大人不能输。小朋友表演，我们演艺圈呢也有非常活力的团体哦。Yeah, yeah, yeah, 是的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金曲奖最佳团体大嘴巴。你的歌艺进步很多啊，这样对对对，而且我位置搞错了，对对对，我站到你要站到主持人，是的，没礼貌，哎，两个还真的有一点像哎，原来 JR 是哎真的哎，我只是比他脸宽一点。之前 JR 有个小 JR 在我们节目当中嘛，真的，所以就再次认定他是个大众脸来的。真的是这样，而且你这样一次伤害到两个人，伤害伤害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像江江林多。对不起，我放了一个饭，整个人崩溃了。生气好了，四零的今天哇，不灵不灵的感觉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这次是走比较就是嘻哈一点的，奢华风。对呀，闪到一个不行。他是 rapper MC 耶 ，rapper 哈。还有就是我们最美丽的艾莎。恭喜恭喜，新歌加精选。看到他就想到小时候，我们都喜欢抓蚱蜢啊！你看那个脚啊，江哥这很有造型，你一讲怎么 feel 都没了？哪有这很有 feel 啊？就很像小时候，对，比较活泼，对，开心，像蚱蜢蹦蹦跳，对，蹦蹦跳。你看他指甲每一个还擦不同的颜色，看一下，秀一下，秀一下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其中一罐擦了，哎，没了，就擦又没了，颜色不够就对了。流行啊！好了，焦哥，接下来介绍啊，接下来介绍这大蚱蜢给你。哦耶！大蚱蜢，中华，帅。最近是出了这个新歌加精选，对对对对，你要知道，一定要有够多的代表作，对，你才有资格出新歌加精选，谢谢谢谢，对不对？随便数都是好红的歌曲哦，像有什么国王皇后啊，国王皇后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哈，结果垃圾，垃圾，再放啦，对。写的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，那时候超厉害的啦，我给 JR 很多灵感。要演到什么时候？还要一边开车一边吼。哎，不过结合社会时事，所以我们现在推行一个运动：开车不垃圾，垃圾开车。重点之一，哎，结果没想到两个礼拜过去又变了啊！对，开车不烧炭，烧炭不开车。好了，讲到艾莎呢，我们真的把这个艾莎从日本啊，她完全一句中文都不会，到现在你看她唱歌歌词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标准？掌声要给她鼓励一下，真的要你离乡背井，你敢吗？对不对？离乡背井，对不对？家人都没有跟来，像集中营一样。好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会不会觉得当时很傻？当时还好，但是还好那个时候还有蚂蚁他们啊，对对，就是我们会就是一起努力，就一起互相就是鼓励。你看他对答如流哎。
对不对？我们问什么，他就可以这样。刚刚他中间在发微博的时候啊，他现在只差安恩有时候不分了。对对对，其他一切 OK 啊。太难了，成语都还会讲啊。所以你会好细哦，你会波波摸风吗？你会波波摸风？撞到头。你会波波摸风？会。你会背波波摸风吗？会啊。来，请背一下。波波摸风。的特那了，然后再是 H I J K M N， 后面有一点难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很厉害。那台语你会吗？台语，台语听拢。讲几句来听看卖，你来台湾这侪年，你台语嘛，几个咪？哎呀，咪安尼讲啦。哎呀，厉害。啊，我有引导无哈，我有引导无。嗯。有哈。有。啊，你有水无？是啊，咱三个朱奇刚午后问朱奇啊，好，都同一个字就对了。你介意食什么物件？台湾的物件，你介意食？不要这样，你是以为他重复错一个字啊？他就一直回答你，晒。好了，不要闹了啦，真的，这组团体让我们觉得很感动，在舞台上散发热力。那今天要跟小朋友交流一下，因为今天既然是大嘴巴来到这里，有这么多的金曲，所以我们给了他们一个命题作文，都要跳大嘴巴的歌曲。哇！你们的歌在小朋友界也是算非常非常红，对，因为你们都有舞曲，有没有？对对对。首先，他们可能会稍微改变一下哦。哎呦，提米可老师待会给一点指导，你是专业的，他们可能会改变一些大嘴巴的舞步这样子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今天有一个这么没礼貌的团体在这里，就舞跳的那么好，然后跟小朋友比，小朋友要比什么？你是收了唱片公司多少钱？大概一点。一发言就要讲大哥，好，马上第一队要登场了，来来来，没错，我这边 JR 队要派来的要唱的这首歌，绝对是你们超红的，带来结果嘞。最可爱小女孩组成的报告班长，甄选团员时有着严格的规定，不但舞技要出色，还必须是班上成绩优异的自由生。聪明又可爱的报告班长带来超水准的演出。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！爱秀大明星现场即兴改编世界名曲《王老先生有快递》。这里呱呱呱，那里呱，到处都是呱呱呱。这好可爱哦！有回到那种大学时代团康的热烈的感觉。徐佳莹版《王老先生有快递》。这么久，终于那个值回票价了。继续吗？
继续吗？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结果。没有没有，掌声鼓励。来，什么团体？请为我们介绍一下，你们叫做是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抱抱班长。抱抱班长，有没有？那怎么会是女孩子呢？对啊，为什么是女生呢？啊，什么？再讲一次。因为我们都是班长，只有他是。哎呦，你是鼓掌，为什么？我不是鼓掌，是鼓掌。你是鼓掌，你一讲我们就帮你鼓掌啊！你不是鼓掌吗？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，不是那一个鼓掌。那是哪一个鼓掌呢？你是什么鼓掌？还是霸掌？他说这样把班长给别人。他是学校的鼓掌。哦，原来是康乐鼓掌还是什么鼓掌啊？学艺鼓掌什么鼓掌？对呀，哪个鼓掌？风纪鼓掌。卫生鼓掌。卫生鼓掌。卫生鼓掌。懂了懂了。那其他四个都是班上的班长哦。是吗？这么厉害。好优秀哦。确定？那你们会上课的时候是不是要喊全班有那个口令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大家听口令哦。来，谁先谁先，一起。好久没有回到小学生了。一二三，坐下吧。请。大家麦克风不要急，一二三。请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！你们喊得太温柔了啦，我来给你一个军事化的管理，来，人吧，人吧，起点，起点，坐下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对，焦哥，我可以问一下，那个老师，你耳朵有会痛吗？他有塞吗？我现在听不太到。是，你们会一大家一起翻吗？不会哈，会是不是？那会的来，在这里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一贝贝，小心哦，一二三。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漂亮，好标准哦。有没有甘拜下风？有没有甘拜下风？甘拜下风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那至于卫生鼓掌也有他的专长。哦，来来来，就是他头发中分的好漂亮。张哥，我们卫生有没有？画饼那个条理分明啊，一定要讲很干净。你看我们这边呢，一字排开翻过去多漂亮，又会读书，又是班长，又会跳舞，给他们掌声鼓励。哎呀，这边带来的报告班长好可爱的，而且都是班长。嗯，你这边不能逊色啊。我们今天来的小朋友年纪更小，是，然后他们非常的可爱，让我们掌声欢迎，动手动脚。这群热爱舞蹈的小美女们，个个从三岁起就开始练舞。由于对舞蹈的狂热，她们每天练舞的时间比睡觉还多。马上来欢迎被看好为未来少女时代接班人的动手动脚精彩演出喽！接给他，接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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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他是主曲哦，很整齐呢，好有劲儿，你看没有？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你看那个笑容多专业，有没有？我们要跟他们学习。
这边来啊，再次的介绍你们的团名，叫做是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动手动脚。怎么样，大嘴巴看到这组感觉如何？动手动脚，真的怎么样？中华中华啊，太厉害，太那个柔软度啊，太高。柔软度，对对呀。哦，太可怕了！大家觉得呢？我觉得太厉害了。对，是你讲的。就是很像看到就是大人很小的大人在跳舞的。对，对，小大人就明明是小个儿的小朋友，但每个人都像是大人一样。小哥他们大人的地方不止这些啊。是，韩国不是现在很流行一个女子团体有一个什么，就是高傲舞，高傲舞有没有一个表情？那个对对对，他们也会，我才能相信，那个一定要大人才有那种表情。你说也会？那个表情会吗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先来，干嘛没有？五六七八，哦，高傲舞，高傲舞，哦，要高傲哦，要平时，表情是重点哦，表情要高傲，对，对，他做 OK， 小朋友也会吗？来，三个一起，动手动脚，高傲，我高傲，我就是比你骄傲，我高傲，我拽到西伯利亚，我没礼貌，我就是用下巴瞪你，你想怎样？你想怎样？我就是那个没礼貌。哇，是不是？我认输。我的表情是要人生历练才可以的。四零输了，班长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班长，你们会这个舞吗？高傲舞会吗？他们只学会谦卑了。solo。他们要 solo。什么？你是说要来 battle 吗？是吗？有。solo 一下可以吗？是不是？先从 JR 你这边来派人哦。我们这边就来麦克风。老师给个音乐喽 ，Come on battle， check it out。小明星报告班长，哎呦，先来个双人组的 Nudie， 哦耶！哇，哎呦，哎呦，有高傲的感觉，有高傲的感觉，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啊？对，真是考验他们的默契，在 freestyle 的发挥下不会打到对方。哦，地板。维里安大牌到没人认得出，太大牌不上电视通告的。拿证件去办一些东西，是。然后那个小姐看一看我的名字，然后她说，哎，你这个跟最近一个歌手同名同姓。他不认识九喜力奔狼。对啊。日本的各大卖场里面被怪老头骚扰，有没有？耶！这还可以讲，他就写说 photo club。就是拍贴店，拍贴，拍大头，拍贴店，约他去拍大头贴。然后呢？然后第一张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子。然后第二张的时候，第二张就是这样子。结果呢？就是，然后他就手往下揉到屁股。然后我就整个傻眼，我就说。那你刚刚也不用真的揉我吧。他都有肌肉的耶，你看他。最后来个 ending pose。哇塞！
厉害了，好厉害了。这个如果大嘴巴不出来跳一下，这像话吗？哦，也是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几位小妹妹都这么拼命，对不对？想不想看大嘴巴跳舞？想。好。小孩子的这个意愿是吧，很直接的，对不对？你想看哪一个，你直接走到他旁边。好，来大白鲨的音乐，麻烦一下。为什么要大白鲨的音乐？哇哇！一致的，小孩包围，都是女生，一致的要选，而且艾莎还在躲。我跟你讲一下，那你这样子，其他三个情何以堪呢？对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好像母鸡带小鸡哦，对，好像母鸡带小鸡哦，我要走，我也要走。整个被小鬼难缠，有没有？好像母鸡带小鸡哦。没关系，你就来一段 solo 哈，好不好？艾莎 OK 的啦，对不对？掌声欢迎艾莎 solo。Oh yeah, oh yeah, sexy yeah. Oh come on, 你看他那个扭的厉不厉害？厉害。喜不喜欢艾莎姐姐？喜欢。艾莎 ，come on, come on。我是螳螂姐。决定这一段一路播到十二点，加油！我们先收工。好正哦，有没有？什么叫正妹？有没有？好，接下来要接棒的是中华系的小鬼。怎么样？怎么样 ？Kimiko 老师，我们大人不输小朋友了啦。很强，而且就知道最近小朋友把大人逼到怎么样？真的，逼到一个绝境，绝境，不行了，真的被逼出来了。中华，你什么时候会？你不在后面刷碟就好了。对，你不是 DJ 吗？对啊，我就是兴趣多看电视就会了。对，刚刚那段电视学来的，刚刚那段噼啪这样子，然后就转圈，然后头又着地，这样厉不厉害？厉害。有没有吓傻了？有，都是你们逼出来的，对，厉害，逼上绝路啊！对啊，再这样玩下去，连任拔都会出来跳哦。真的，任拔已经摩拳擦掌在等待了。不过他们真的好可爱，又好优秀，好努力啊！真的是我们未来的骄傲。你们家小朋友有这样的能力呢，赶快来我们节目报名，赶快来这个舞台上成为爱秀的小明星。是的，再次谢谢我们两组爱秀小明星，谢谢。今天的爱秀大来宾，哇，不得了，好会唱歌，人又可爱，真的是，我真的好期待他登场。可爱，可爱啊，不是女的。我这里这位不一样啊，我是一位男的。你有一位，我有啊，我也有哎，你也有一位，我的超会唱歌。所以今天是三个人要来唱歌，大家有福，那就我这里先来了。好，马上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爱秀大来宾。好，欢迎林宇中带来的呜呼。忘了头发来不来得及变回
你还要帮他弄头发？不是，我们今天三位代表是他们的经纪人呐、啊。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他的问题了。啊，你刚刚唱的什么歌啊？呜呼呜呼嘛，这个应该是给九令唱的嘛。人家的狗的名字你拿来当一个歌名干嘛？那呜呼不是对不对？九令家的狗叫白色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追不到人家就要这样子？不，你是不是喜欢九令？是不是？英琪，你不要帮腔哦，你自己感情有归宿就这样帮腔。我解释一下，呜呼，因为呜呼是之前是一命呜呼的意思。哦，你讲人家狗一命呜呼。不是主人的，对，由爱生恨，得不到就要毁了他，所以其实你是想把呜呼，对不对？不，那个呜呼是一命呜呼是环保的歌曲，那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注重环保的话，世界挂了。所以你说蔡依林养狗不环保就对了。对呀，用马场。不是，不是，让我经纪人说句话吧，我们是节能减碳，响应环保啊。对，你们这些媒体太恐怖了。好，我们拒绝联访，拒绝联访。所以你看，还是我们家拉拉中规中矩的表现，对不对？不问不孕不火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吗？对呀，对呀。我们刚刚还在后面讨论，你们这个经纪人带这艺人呐，怎么样？两个人来诠释《极限》这首歌，真是淋漓尽致啊！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是，你们两个的身高真是在我们容忍范围的极限了。身高可以被攻击。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像凹就算了，现在六个人站在一起也是凹，就是哎，真的耶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好了，这三位搞各有千秋，我们待会再来吵。开玩笑，先问几位专业的。是，小珍平常有机会听到这几位创作新秀的歌曲。说实在话，我对那个拉拉的印象比较深。耶，对。但是真的要感谢小珍今天大义灭亲，因为有台是他爸的节目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哎，有这回事，那我先走。哎，你赶快讲哦，我讲清楚了啊。对呀，好，再。英琪平常应该听蛮多年轻人的新秀的歌曲，对，不会吧？小梁哥都听很老的歌啊。可是我是第一次听到现场的，所以我觉得好惊讶哦，真的哦，原来是。就是歌声很好，然后我就觉得对韦礼安的印象还蛮深刻的，谢谢，我觉得人蛮可爱的，而且声音一刚刚一出来就，而且哦好顺耳啊，我想说我有一个妹妹单身，哎呀，现在还要送，我们也是单身，韦礼安现在有没有对象？有没有好对象？有了，他有了，谢谢，人家都有了，你看都有了，对呀，韦礼安有啊，谢谢，哦，对，不要推销，人家是很害羞的，好 ，OK， 谢谢你啊，我觉得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其实要讲一下这些歌手他们到底有多有料。哦，来呀，你我先来告诉大家一下好了，林宇中啊，他写给人家的歌，卖出去过的，在出道前和加上出道后啊。艺人已经发片了，不是那种被退稿的哦，是已经出唱片的了，总共100多首啊！真的吗？有吗？对，你哥有到100多首吗？有印象吗？有，其实我不知道100多，但我知道他真的创作了很多的歌，而且金曲奖最佳新人有没有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哇！哦，那你写给别人那么多，里面最满意的是哪一首？最满意的是陈小春的《下半辈子》。哦，是他写的，是你写的，唱两句来听，让我们回味一下，好不好？下半生啊，不，下半辈子。要拼到第几回合，能不能够不够不知道。想一想下半辈子，这样过有点早。这个红，这个厉害。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，再年轻一次多好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哇，厉害！怎么办？我们这有料的。蛮有料的。第一个这一段，我刚才个人这个气势就强，很有料，但前途堪虑，因为他唱的比原那个陈小春还好，你得罪人，你真是，你怎么唱的比对厉害？你们有什么？对呀对呀，讲一些丰功伟业出来啊。我们没有什么丰功伟业，只好打那个你知道可怜牌了。哦，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们出道也没有很久，是，到现在还没有人认得他，因为我们太大牌，不上电视通告的。比如说我去拿证件去办一些东西，是，然后那个小姐看一看我的名字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跟最近一个歌手同名同姓。”啊！他不认识九喜力奔狼。对啊，然后而且我的名字已经很少见了。对对。但他还是觉得同名。还是不相信你就是那个电视上那个韦礼安。对。但是歌很红。歌真的超红，真的是。不过因为他真的太少上节目了啦，对不对？大家多多支持他，好不好？任霸已经够少上，你比他还少上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代表歌真的红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任霸那么久没上节目，今天就来我们这个节目来唱歌。唱功惊人的星光大道扛把子徐佳莹也有扛不住的时候呢。日本的各大卖场里面被怪老头骚扰，有没有？耶！这样也可以讲，写说 photo club。就是拍贴店，拍贴拍大头，拍贴店约他去拍大头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然后他就手往下摸到屁股，然后
我就整个傻眼，我就说，那你刚刚也不用真的揉我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揉我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快跑啊！你怎么不拔腿就跑呢？因为我觉得还有两张还没照完啊，那很重要的。各位。节目今天就来我们这个节目来唱歌的吗？老兵的不要乱接，好奇怪哦，你怎么？对对，那个 Kimiko 把它开关关掉。对哦。但是你们讲丰功伟业，怎么跟我们比呢？对不对？星光大道冠军歌手有没有？今年民国99年金曲奖最佳新人得奖有没有？在日本的各大卖场里面被怪老头骚扰有没有？耶！这样也可以讲。而且他还跟着人家走有没有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今天看到他是你们捡到的，他没有被拐走，对不对？你怎么那么单纯？讲一下。来来来，虽然红了，但是他是最单纯的歌手。怎么这么单纯？讲一下被骚扰的对对对什么状况？可是这样子。人家会以为被骚扰都是丰功伟业，这经纪人不好，你看经纪人被骚扰的虽是啊，被虽是虽是虽是，对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样还会被骚扰是丰功伟业。哎，经纪人怎么这样？我很大公无私的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再讲一下那个故事，他很单纯的。来来来，对呀，就是我4月份的时候一个人去日本一个人旅行，对呀，然后在涩谷是最热闹，晚上就吃冰淇淋，吃冰淇淋，因为那边冰很好吃，我就坐在涩谷人最多的街头，就是那个。车站的这个出口，结果呢，就有一个男生看起来很斯文，是，他就过来，然后跟我攀谈，攀谈呢，你会讲日文哦，用英文跟他讲说，我不是日本人哦，然后他就开始用跟我一样烂的英文，然后我们就对话，结果呢，他就说 play，然后我就说 play 什么，说 play what， 对呀，然后我就拿纸跟笔给他，请他写啊，是，他就写说 photo club。就是拍贴店，拍大头贴，拍贴店约他去拍大头贴，然后呢，好，我就问他说 why， 然后他说 for memories， 哦 for memories， 然后就唱了那首世界经典 memories。哎，你刚刚好像认爸，哎，你好像认爸，对不起啊，真的，平安平安平安，啊，感恩。然后呢，最后 ending 是什么？那你就跟着他去了吗？你看他就去了耶，太夸张了，就一个男生路人跟他说，为了 memory， 我们去拍大头照。可是那时候到处人都非常多哦，路人一边走一边有在就是眼观四面八方啊，有在记录，不要迷路。结果呢，拍得顺利吗？拍，因为六张嘛，然后第一张的时候他就这样子，然后第二张的时候，第二张他就这样子，第三张，然后发现不太妙，可是我想说还在礼貌范围，他第三张的时候手就给我扶过来，然后可是他还没碰到，然后我想说，好，反正只剩2-3张，赶快。然后第四张的时候，他就默默的把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打断，你极限也蛮高的，对啊，你真的蛮极限很高哎，都扶到腰了。第四张呢？因为我一直自以为来到了美国，结果呢？就是，然后他就手往下滑，摸到屁股，然后我就整个傻眼，我就说，那你刚刚也不用真的揉我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揉我呢？这样不好吧？对呀，好舒服哦。然后呢？然后快跑啊！你怎么不拔腿就跑呢？因为我觉得还有2张还没照完啊，那很重要的。各位，我只能说这个艺人呢太可爱，因为他觉得2张没拍完浪费，对，浪费，要把这个钱拍完才赚到。这个有没有节省？节省啊，客家人哦，客家人呢？是因为我怕他拿到照片以后就留在他那边，我觉得很恶心。哦，你想赶快拍完，所以我希望拍完然后把照片抢洗出来，然后带走。所以真的有拍完就对了。而且最后一张是那种，从第一张好像新郎新娘，到拦肩，到搂腰，到摸屁股，到最后是这样子。是你在6张照片里面演了一个人生的故事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被骚扰。所以你看他哦，红归红，但是还是好单纯，然后好节俭哦，对不对？很可爱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好了，你们讲这些都很厉害了，但我必须要讲一下，我们这林宇中才叫真的厉害啊！他的歌很熟，你们绝对一唱大家都知道。举例。那个你要的靠近你就在今晚，是庾澄庆啊，很熟，这首歌好美，不是好红，我是救你耶，你刚刚那首我还真没有听过。你要的靠岸，靠岸
呢？干嘛？好像我们是没有代表作，那我们就来比一下谁的代表作比较红，好不好？听到喜欢的，大家给一点热烈尖叫。那谁先来？我们先来，我们先来靠岸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林宇中的靠岸 ，check it out。坐在我身边，可是表情很不自然，聊的话很平凡，却很悲伤。你说你不相信我这就是为了梦想，甚至你都怀疑什么是地久天长。被麻醉不到孤单，只会让心更疼。哦，都一样，所谓梦想终究飘飘荡荡，在迷乱的台北流浪，寻找一个幻想。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。太好听了，观众反应好像蛮热烈的。我有吓到哎，你讲话跟唱歌差好多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请讲清楚。这是一个赞美还是？前面辛苦这么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他刚刚讲话的时候啊，我就很担心他，因为他非常不自在，他的左手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。对，可是当他对，然后又一直拿起来放下，我就一直很想知道说口袋里有什么东西。老师看很细。哎呀，对对，他就有点手足无措，因为他今天穿丁字裤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都很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在干嘛？换我们，换我们，自弹自唱，而且是自己的创作。对他有，他有代表作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？有没有？有？有没有？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？好，有了，就是有没有？不是啦，他一直说有没有？对啊，就是有没有代表作啊？有？有没有？叫什么？叫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，好烦，你们一直重叠，你们一直逼问他好不好？这个歌我常常在超市的那个结账柜台听到。他说：“你有没有偷东西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刚刚那是不是你偷的？有没有？”敏感是不是来自这里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不是，那是什么样的主题？其实也是跟失恋有一点点关系。你有没有偷吃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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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吃？偷吃跟失恋没有关系啦。对啊，你是所以偷这个偷吃，所以这首歌是献给高国华。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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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卖卵供啊！失恋的歌哈，不要唱太久，因为徐佳莹还在疗伤，会哭。啦啦。查甫就是一个用时间的舞台店，跟你相亲相爱，今麦心情有较好无？有没有？真好，真好，那我要不要跟我 play play？ 不要把日本那段再上演了，听一下维里安带来这首什么歌？有没有？欢迎维里安。你有没有
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。有感动到哎，这样怎么了？倒戈了是吧？不，我发觉刚刚那段真的现场整个情绪都荡下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就很投入啊。而且连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最遭遇的都开始静下来。对对对对，真的是很感动。我觉得他超赞，超厉害的，有没有？英雄惜英雄的感觉。那要问一下维里安，你一直对拉拉有什么特别？哦，我一直觉得他歌都还蛮好听的、啊。是是，就是他的创作机构，也特别关注他的一些。对，有这次他的新专辑我也有听。哎呀，那在一起啦！在一起，真爱，这是真爱，这是真爱，各位。我有对象了，我有对象了。所以那个不要不要，哎，维里安，你真的好听你的女朋友。哎，你是在大陆待过是吧？搞对象的是吧？我有对象，好老的一个名词。我有对象，没有他女朋友看到会生气的，因为他很勇敢，因为我觉得刚出来的新人，我从来还没有看过一个新人出来直接承认有女友。掌声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就是他可爱的地方，很真的，不媚俗，他就是把真我表现出来，跟你那个拍大头贴有的比了，对不对？就很单纯的可爱，对不对？英琪有没有又感动到了？刚刚继林雨中之后再来一个有，我觉得他歌声很有感染力，然后我就默默感染，要不要带来一首感染树？不要我，对啊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本来心情还不错，就默默觉得。心情好忧伤，不要忧伤，然后就开始想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啊、不，所以你不录了是不是？也没有了。对，不要忧伤，我们来做这个咬字的校正哈。到南港展览馆采橄榄。哇，好难哦。到来，到南馆南港到南港展览馆听南馆在采橄榄。到南港展览馆听南馆在采橄榄。我看到很多问号哎，焦哥，你这个太难了，你要考简单好不好？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。这个没什么，初一吃素，初二吃肉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肉。你先给他吃肉。我跟你讲，我曾经就这样考过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超爱面子，我就说初一吃素，初二吃肉，初三吃肉，然后他就硬念，他念了五遍都没念成功，最后跟我讲说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人这样吃素的啦。一定是在考爱面子，整个人吃素要不然你整个人。戒了皮皮带呀，拜，那个是游戏嘛，太认真的啦。这个游戏好玩，初一吃素，初二吃肉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。猪肉，来，美女走，欢迎维里安的维里安，加油。初一吃素，初二吃肉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肉，初五吃素，初六，初六吃肉，初七初吃的，不错哎，不错，没想到他是最厉害的啊！来来来看一个最逊的，你是第三个练最久的，不要出错，起码练到初九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初一吃素，初二吃肉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肉，初五吃素，初六吃肉，初七吃素，初八吃肉，初九吃素，初十吃肉。掌声鼓励一下！不错不错不错，厉害哦！有练有练。那来看一个山寨的，好不好？山寨版的，来任爸来一下，任爸来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结束了，很无聊啊。安秀大明星现场即兴改编世界名曲《翁捞先生游快递》。我在天边用手压。咿呀哟，这里呱呱呱，那里呱，到处都是呱呱呱。这好可爱哦！有回到那种大学时代团康的热烈的感觉。徐佳莹版《王老先生有快递》。酒终于那个值回票价啊，是好。
骂来一下就骂来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结束了，很无聊。任爸，这不是不要为了逃避现实，你真是。好了好了，接下来那讲到代表作，对啊，我们的徐佳莹那更是没话说了。这首《身骑白马》让她站上这个金曲奖的舞台。好，那麻烦您再骑一次白马。初一吃素，初二吃肉，吃好了。欢迎徐佳莹《身骑白马》。掌声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唱这个歌曲真的哈，让人再一次的感动。哎，小珍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怎么样？兄弟，先别打，人在情绪当中就对了。是是是，怎么样？你骑得太好了，真的，是不是骑得很棒？真的，对不对？那只马就万马奔腾的感觉。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讲真的，因为我以前就是那首歌正在红的时候，我说实在我没有听过这首歌。后来是我经纪人跟我讲说，最近有一个新卡贝贝真的很好听，你有听过吗？我说哎，我没听过哎，他就放给我听了之后，我跟你讲。那一个礼拜啊，哎呦，那一首歌一直在我脑海里啊。对，对啊，然后会盘旋不去，洗脑一般。真的，然后就去一直，自从他不送我，我就自己去买他的专辑啊，然后就买他的专辑回来，一直听，一直听，然后去 KTV 也点这样。真的，对，这是一种强迫症。真啊，硬要听这首，不听别首就对了啊。其实你说比招牌歌，好像掌声都差不多。对啊，我再听一次好，淋雨中的靠岸。维里安的有没有？新卡贝贝，差不多哎。那我们还可以比什么吗？还可以再来比一个好不好？没有再这样的好不好？他们都是创作路线的、啊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创作能力到底到哪里。那现在制作单位要来一个命题作文，会拿一个世界名曲的歌词给他们三位啊。那你们就现在赶快思考一下，重新谱曲。啊，这个真的是即兴的创作的感觉。啊、我对我们拉拉很有信心，我对我们雨中更有信心，我对维里安超有信心的。那来看看到底是哪一首歌词，请出题。王老先生有块，我们先唱个正常版的。噔噔噔，来 one 六七八。王老先生有块地，咿呀咿呀哟，他在天边养小鸭，咿呀咿呀哟。呱呱呱，那里呱呱呱。
个是原版的，是很可爱的，像童谣一样。希望三位好好发挥一下，让它变得，比如说很深情啊，或者说是很煽情，好不好？那也仅以这首歌曲里面一直提到呱呱，送给呱哥啊。那真的，谢谢您把女儿让给我们啊。这里呱呱呱，那里呱，一直想到呱哥。那谁要先来？好啦，那就一样，今天规矩都从我们林宇中先来，真的吗 ？OK， 好吧，有没有把握？想好了吗？试试看好了。因为刚刚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已经想大概25种版本。哇！他现在只是在电脑再挑一下，说哪一个要来唱歌。真的假的啊？比 Windows 还厉害，一直出不同版本。不好意思，经纪人就是会乱呛瞎。张哥，那今天给他们一个机会，25首都唱出来。哎，对啊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不好意思，对对对。其实我觉得一首就够了，对不对？节目时间不够啊。可是我们多想听一下他的创作哎。好毒！哎，先给他水喝一下吧，让他休息一下。有的时候不要乱碰轰，对不对？哈。那我们就来听林宇中的《王老先生有快递》新版。哎，不知道他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。王老，王老先生有快递，咿呀咿呀哟，哎呦，他在天边养小鸭。咿呀哟，这里呱呱呱，那里呱呱呱，这里呱那里呱，这里呱呱呱，那里呱呱呱，咿呀哟，咿呀哟，好温馨，好温暖的感觉哦。好想养小鸭哦，好感动哦！掌声再来鼓励一下。林宇中，我对他五体投地啊！哎，我对于我的这个队友，我真的觉得无比的骄傲。有没有人喜欢这个版本啊？有没有人喜欢这个版本啊？前面是真的很棒。哎，对对对，到那个这里刮那里刮，还是这里也痒那里也痒的感觉。哇，下一个我觉得就累了，辛苦压力大。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个一鸣惊人呐，行不行啊？我们把 level 拉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压力就大了，行不行？告诉一下大家，你做的是什么样的版本的感觉？比较开心一点点的版本。OK， 好，再开心一点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改变一下。王老先生有快递，咿呀咿呦，他在天边养小鸭，咿呀咿呦，这里呱呱呱，那里呱呱呱，这里呱呱呱。对不对？好厉害啊！我们这些人真的都很强哎！来来来，怎么样？请说。我觉得这首歌好可爱哦！我本来想说，在你讲话的同时，我右后方有一个人好紧张，一直在偷练。哎，真的耶！压力最大了，因为我觉得前两个真的太强了啦，而且风格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更期待啦啦。那你是什么感觉的？请问？现在很紧张的啦。要来一个什么味道的王老先生有快递？就是一种。我们给他，不要给他，来 Andy 哥给他鼓励一下，他现在压力很大，不要紧张，他可以，他是第一名的，丢妹，压力更大吧，你真的，我觉得 OK 了，对你这样讲压力太大，不要丢超级星光大道的脸，你整个人代表的就是中式的招牌节目， OK， 加油加油，多少海选被淘汰的人都在看你这段，对，好积极，你如果不要引起他们的暴动的话，就唱不要了，我让他多想一下，多想一下，拉拉可以的啦，好不好？徐佳莹版《王老先生有快递》。哎呦。
王老先生他有一块地耶。剩余男的感觉，江哥江哥有回到那种大学时代团康那种热烈的感觉，哦，那很热情，大学时代，大学时代这一套。热烈的感觉，哦，那很热情，学习带很大的，那你这一趟走蛮远的。本来我们是想说来一个我们主持人戏强，后来发现我们三个都被他们给收买了，我们还是不要丢脸比较好，他们三个太强了，三个没有办法分出胜负哈，加油加油，谢谢我们这个最诚实的王子啊，维里安继续诚实下去啊，有女朋友就勇敢讲，大家支持演唱会啦，好不好？对对，演唱会希望大家来啊，也谢谢我们的拍贴天后啊，最爱 play 的拉拉，最爱 play， 最爱 play， 也祝福我们这个李玉芬的绯闻男友。好了，总之祝福三位的专辑跟作品继续带给我们所有观众欢乐，名副其实的爱秀大来宾，谢谢三位，谢谢。你让天空失去距离，我